感谢恶魔们赞助影片播出。广告时间，表坦 Nikota 官方商品新品已在 Minade 虾皮上架贩售，感谢恶魔们购买收藏。直播活动主要在 Twitch 固定开台，旧档在 Twitch 平台放置到自动下架，也会同步至 YouTube 会先观看旧档哦。会限期订阅内容以画面叙述为主，记得 Discord 要连接 Twitch 和 YouTube 账号才有身份组可领取到当月桌布，别忘记咯。那么继续看影片吧，略过广告。如果按返回的话有结局三吗？真假的？好啊，那我们回去看一下。老板要做什么呢 ？QQ 有第三关解谜吗？真假的？厕所吗？哦，要进去吗？好，有欸，镜子好像有密码的样子呢。密码为什么会在镜子上啊？好像这片城市是不是有一点关系呢？哎，不对，我电脑打开的。这个到底椅子跟排序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关联呢？我再泡一杯咖啡给老板不行吗？可恶，老板不给我用了，老板疯起来了。我可以再问一次老板他会说什么吗？报告明天要交，辛苦了。里面除了手帕跟镜子之外好像没有其他东西了。你再看一次手帕，手帕只有这个很像缝线的东西，还是没有头绪呢。是不是我漏了什么东西没有看啊？欸，可以看印表机。祸水，这有关联吗？欸，是这个吗？黑色是5，然后蓝色是4，然后粉色是0，黄色是1。没反应呢，感觉要先解窗户之后印表机才可以打开的样子呢。会看现在说不定电梯那边会有新密码吧，我觉得应该会哦。老板就是这样子绑住所有员工，压榨的员工吧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已经眯着眼睛在看了，怎么还是看不出来所以然呢？怎么会这样？再眯着眼，我应该快看到了。快看到了吧？并没有，只能一直向你们询问了，惨了惨了。看咖啡色的纹路和浴巾的关联。哦，我懂了。你们说这个东西，然后去数里面有几个椅子这样子吗？不能再讲，不能再讲，这样就不好玩了。可恶可恶，但很谢谢你们。这也是7402。完全没有联想到，我好笨，我好笨哦。魔王大人是不是灵魂不够了？感觉脑袋快不行了，怎么办？灵魂不够用，所以我只好吸一下你们灵魂了。唉，真香。好了，那我吃你们。开玩笑，开玩笑的。那我们就打着喽。这张纸是什么意思呢 ？OIUC，OIUC。Nope。没反应，再找我看线索吧。还是它其实是镜子的关系，所以要反射上去吗？如果镜子反射上去的话，会变成810，这是什么来着？8103吗？也不是呢，镜像问题吗？哎，我们可以试试看哦。如果镜射上去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对不对，我要反过来看。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反过来给你们看？因为它是印出来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然后镜射下来的话，应该是3018。好，我们来回去输入看看。3018是吗？也不是。3018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里为什么有这个东西？里面有秘密通道。再见了，老板。谢谢你们。帮我解完了这一个该死的解谜，前面还想说哦，一定玩得很开心，我现在就是啊，该死的解谜，可恶。